好，来，这个是什么？键盘。这个是键盘，哦，这是携带的那种的，像 Daddy 那种，就是、拿来拿去的键。测试的就是。哦 ，OK OK， 然后。然后呢？哦，特色键盘。这个东西，这样子，没有，我是往那种前面的。哦，那我是比较简单一点，但是有四个的。对。四根，然后上面有三根，三根，然后四根在下面，冰棒，对，冰棒棍，然后呢，那就做一个洞，对不对？嗯，我把它卡进去，嗯，然后现在这样子，啊，插过去，对，然后呢，这个嘛，然后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橘色是什么？就是吸管，然后就是它的支点，这样子我们等下就会像这样，然后做它的支点，对不对？嗯。支点以后，这边很多个串的串起来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就塞在一样的位置上面。嗯，我就拿个竹签一起插进去，再竹签插进去，这样你就有一个支点了，对，对不对？嗯，后面我只要放一个重物，会倒下去，只要像这样弹下去，然后放开它就会倒下去。好，我把它录下来，待会我看你成果。好，你是看哪里的吗？自己想的。自己想。真的？那你为什么想要做键盘？这不是键盘，你说的是像个打字机，就对了。打字机。哦，有四根，我知道，你就有四个可以敲敲敲敲敲。有七根。有七根，哇塞。上面有三根，下面有四根。然后你只要用吸管，啊，你到时候怎么固定？这个你要粘胶，哦呦，哦，弄这个。用热熔胶。对，我们要拍近一点，到时候就知道你们做对。嗯哼。一起。嗯哼。OK OK OK， 好。嗯。放开它就弹回去。嗯，好。你预估这个要做多久？三小时。不用三小时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这么快吗？一小时。一小时差不多。一小时差不多。好，那我一小时以后来找你。好，拜拜。好，加油了。你不会饿吗？好，拜拜。